天津人啊，天津鬼。我们去上个路，谢谢笑破场。现在俺们直播间的抽奖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好中了呀！俺们直播间的奖啊，每回就五个人参与。就这还说黑幕呢啊，兄弟！哎呀，我的天！突突突！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这兜兜立即学个 W 就要跟我拼。我已经脚上一个炮都没有了。如果他们不拦着我，他们就会死。哎呦我这三个兵儿劈死个人啊！这个炮车我一定得补着。哎，起飞！致命点呀！先打个爆破走。海妖杀手呢？先出个这个啊，先来个这个。螃蟹得出这玩意儿了，狠。出海妖杀手，三下一次真实伤害，小机关枪。区区确实是很高的。跟我硬拼，小伙子，那可不行啊。打一波兵线啊！俺们今天就是一个 ADC， 明白不 ？ADC， 如果他这波再敢来，我们就直接把他斩了，直接把他链住。
兵都不补了，这怎么改成不补兵了呢？假装让他补啊！死了！我得吃个塔皮了。走了，咱回家。2700，有点贵呀、啊，这海妖啊，还挺贵呀、啊。你还会玩螃蟹呢？我不仅会玩螃蟹，我还会吃螃蟹呢。不信你给我寄点儿。这人要出什么呀？破败吗？兜起飞，别着急，用 W 啊，等他一完我们。想跟我硬拼了，其实已经有点晚了，这波他要有大还行。你们说这螃蟹到底是复印是复抠？感觉复议好像好一点，复议吧。已经输了。哎，哎呀，这能空了，我没想到啊。我操，这个空了，我没想到啊。走，被我秒了呀！走呗，快快快快快，救救救！哎呦，好痛！看看这把出个什么皮孩吧。其实这把来个水银还能好一点，但我还是得先出这个海妖。我已经够了，我直接裸出来了吧，把它。我直接把它裸出来。就是有点脆啊，不过我们的现在这个虚区已经很高了。开火时减少125速，但有40%的减速抵抗，可以穿过小兵和史诗级野怪。我们现在就是个 ADC， 哎，妈了个巴子的！惹我生气是吧？啊，惹我生气，好小伙子。你对英雄造成的伤害403点。为什么不用大？那大最后一秒刚好，你是没看见啊，小伙子。
暴击没用，再出个羊刀可以，好主意。哎，无法暴击，但我们可以出羊刀。现在我们就是行走的坦克。靠，好痛！你别我逮着你啊，小伙子！先插个眼儿的，穴位是有点脆，现在我决定扣一对点一手。哎，为什么不可以瞪他呀？他有盾也不行啊，为什么不可以瞪呢？刚才哎走呗，别救时间过了几秒啊？四秒钟不会啊，刚才时间没过呀。再来个羊刀，稍微有点脆呀。我们得出一个保命装备，黑切吧。哎，我先把鞋出了吧。啊，木木太烦人了，我先把这鞋出了。来黑切吧，黑切羊刀死亡之舞卸手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就是人肉坦克车，明白没？兜儿，滋啦，这怎么死了呢？把这红打了。IF 能进入吗？不可以进入啊。哎。把螃蟹腿给我续上。哎呀
又是阿木木，操了，又是这小光头。有点缺氧啊。这要有大招，刚才这波就能把他杀了。没有大，哎呀，有点烦。我感觉我应该整点吸血，我要能吸血就狠了，出点九头蛇什么的，是不行。一会儿我们这个大招就专门就留给这个阿木木，别人不留，就专门就留给他，留一手大招，咱别用。其实我都没搞懂为什么黑切偏得再整个长剑才能合成。以前的合成路线我就挺好的。别让我遇见你，小伙子，啊，尤其是这维克托、啊，假装下去，其实杀维克托、啊，哎，谁也不留，就留给小光头，这就比较烦了啊！哎呦我靠，怎么没死啊这？给我一顿控啊！哎呀，上个厕所真气人。感觉得来点魔抗装备，智慧墨印。怎么高德莱克了呢？啊？怎么就高德莱克了呢？谁高德莱克了？回答，哎，可以。唐唐，给我过来，来！杀小光头！小炮被我秒了，看着没？三下，就是这玩意儿，那射程太近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射程太近了。先把红打了去，给你们杀个人吧。基本上这人我们想杀就是三秒钟，一二三，
挡一下小炮啊。我将带你进，都不用大招，杀人就三秒钟，只需要三秒。维克托小炮莫干辣，就包括他们的阿木木，我杀他都三秒。你看着啊，你们看好了，我在这一待，对面指定得过来，百分之百过来，就是过来几个人不知道，因为亚索在上路带线不可能不来人。哎，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？那高地都没了也不要是吧？啊？喂？哎，好嘞。滋啦！来人了是吧？没事。啊，小光头，轮到我了！哎呀，兜！完了一个螃蟹，快点吃螃蟹吧，螃蟹再不吃就没了，兄弟们。呀，差100块钱，哎呦，三秒这么长，我没遇到他，我得遇到他呀，那我不得遇到他吗？我都没遇到他，他怎么死啊？出智慧末叶，我们智慧末叶加羊刀，最后再加一件装备，出个飓风啊，整个飓风得了，要我说挺好，一下射三个，就是有点脆的，就是如果对面要杀我们的话，就是有点脆。小光头，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，我让你知道我的虚区有多高，我滋啦！起飞！直接一个撅把他给撅死，三秒，嗯。小炮射得好远呢，我发现小炮比我们能射多了，射得特别远。算了，我不突突了，我好累哦。哎，他居然真敢用舔呐！干哈呀？这样，你除了我，别人不杀了是吧？呀，这莫干辣跑得挺快啊！我们居然没射到。这还跑啥呀？这还往哪跑？他们家还有个碗豪呢，我发现玩上路的人啊，大多数都是容易心态不太好啊，就容易心态爆炸。可能是因为上路确实比较容易滚雪球，然后比较容易有时候就玩不了。